这个小竹子，起码四条啊，行边。这里出现了一条，我们再找一找哈。有一就有二，哎，绝对有货！真的有一就有二。一两两再快一点。哎，三条，绝对有货，三胞胎。你更清楚哎。哎，绝对有货，四条，第四条。你真的一把老狗，全部撸到一道来。你干嘛的？哎呀，第五条。哎，这不把我们扯过来吧？把这大视频看到吧？第四条，哎。这个就过瘾了。哎，刚才有条，有多条？还有还有，绝对不止四条。哎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对，哎哎。不是哦，刚刚是四条是吧？哎。啊，五条。阿姨，等你挖掉了。断了，断了。哎嗨，给力！可以可以可以。继续哈，现在是第三条。好，第四条哈。哎呀，硬拍呀！第四条。啊，第五条，是吧？还有还有还有。货是绝对还有货，绝对有货的。哎哎哎，看嘛，这里看嘛，上货了。第六条，第六条。啊，好累呀。这个竹子它就可以长出十根笋的，但是呢，要花一点精力。上货。啊，这么翠绿的一颗小竹子。六旁边挖了一下，六条，这里面把它挖开也绝对有货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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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吗？绝对有货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出现了出现了！啊！我靠！哎呀，中间吃了一锄头，哇，第七条了，第七条了哈。还有这里面，啊靠！大货大货大货！啊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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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条了，真的一颗竹子十条了，哇，这个也不小，开始上货了哈。哎哎，上货！也浪费了，没有没有，没有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啊，这是第八条是吧？对，好，这条。应该是最大的，啊，体力吃不消了。一，这条也大喽。好，这条也是大了。上货哈。哎哎哎，断了断了断了，可惜了。然后这一台，一颗小竹子哈，挖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条笋，给力了。